我现在要做一个动作，如果身上着火怎么办？我用这个点火器，别，电弧点火器在你身上着火，别，着火了怎么办？停，遮，躺，滚，快点，还有火，要滚啊，滚啊，呜，好了，很烫吗？你真的很会演呢，好，起来，完成了今天的功课，好，还没啊。在这边画圈圈，画圈圈吧，画上去。